手游酷玩。超度亡魂怪物猎手是一款横版卡通式闯关游戏，游戏采用的是这种二 D 的画风，然后我们每走一步怪物也是走一步，然后开枪的话相当于这种半回合式的游戏啊，你不动的话它是不动的，咱们开一枪发射这个木条得攻击敌人。好的，成功过了第一关。发射子弹，这个木头子弹穿死这个怪物。向上边刷一下这个位置。加速前进，这开枪的声音是非常的有趣啊！开枪，咱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开枪射出来的这个木头，可以进行在这个岩壁上进行攀爬。好的，吃上这个神架，咱们转回来。向上爬过去。好的，成功过关。这一关的话，怪物比较多，咱们需要这个连续的射击，并且开门，向前走。神架在上面，咱们看一下你右边能不能过去。右边的话是直接过关了。